我昨天就是跟另外一个设计师朋友说，他说那个装下来我们至少得装200万，他说200万以下没法看。一信的粉丝朋友联系我们，但是正好也是做设计。戴维自己去捞掉了一条鱼，好厉害呀！好吧，我特别想念那个谁呀，还有郭霞。赶紧让他们过来做客。喂，你准备好了去游泳了吗？啊？对。一年没见了，戴维，你想他们吗？特别想。想你的杨老师。他说他一千元的。哎，这个要拿一下，我来吧，这个比较重，给全班同学的礼物。好的，到了。你拿呀。我来搬呀，不拍了。你教室为什么要搬到三楼呀？哎，还有一个，我去拿。那乌龟呢？在吗？是不是这个？这个吗？这个。哦。上面有名字的，你看，王戴维写着呢。但是乌龟不在了，已经小蝌蚪了。乌龟没了。哇、哦！你好像也到了。辛苦你了。哎呦我的妈呀！我们要不打开那个箱礼物送给马上小朋友上学了，我卖了一个小姨就是水彩笔送走。好呀。水彩笔吗？你要每个人带画家。好的。不是，这个马上小朋友上学了嘛。上小学了。那待会在哪里上小学、啊、我们在城中实验小学。啊、哦。城中实验小学。你这个好的。附近玩的。啊。进去吧，剩下的我来搬。视频里面都拍过来说那个那边老师比杨老师凶1000倍。我们家的婆婆也太卷了，我自己看到了，没有机会做。
做饭呀？不卷不卷，中国婆婆都这样子。第一次结婚。第一次结婚？我。啊。你还第二次吗？没有，我的意思是我没有对比，我的婆婆是最好的。都说这种天气电子后视镜没有用，太有用了。今天我们来到宜兴的竞赛市场，那你们会问为什么呢？是我们宜兴的粉丝朋友联系我们，但是正好也是做设计，我们出来跟他约一下聊聊天。对，我们这两天已经找了三位那个熟人是做设计的，对，像这种不认识的朋友还是没见过的，先进去聊一下粉丝见面。嗯，咱们三还有第二位，里面您贵姓啊？我姓吴，口天吴。啊，吴总奔现了。粉丝奔现。你是在这里做设计的好多年了吧？对。宜兴啊，不不不，他的宜兴话还没你好呢。对，我不会讲。我也会两句，我也会两句。你厉害的。你教他。小不点声，争取不听。啊？你在这多少年了？我在这里，六七年了。哦。差不多差不多啊，差不多。那你这个宜兴话讲的，你要有压力的，还没外国人讲的好。对，有压力。你言天赋比较好。慢慢学啊。你一直是在宜兴做设计吗？哦，不是，我之前呢是在广东，在福建那边待的，那块区域待的比较多。那为什么跑到宜兴来呢？因为宜兴是好地方。哦。然后人好嘛，我也喜欢宜兴。在这边是居住是舒服，对，比较宜居。我给娜塔莎这样子，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就是我们这边的大概的一个流程。好的，好吧。我也不知道，我也没买过房子，第一次。也没找过设计师。对呀，设计师。虽然说这个收纳这个是一个小东西嘛，但是往往收纳系统做得不好的话，那会跟我们生活带来很多不必要的这些便利嘛。对，收纳系统在我们视频里面肯定是亮点啊，到时候。对，包括你看我们的生活的一个储物一个收纳，比如说像咱们别墅，哎，它有一个小空间，哪怕很小啊，就是两三平方的，我可以给你做一个小小的一个收纳的一个储物间，比如说类似这种格子柜啊，包括一些便利的一些收纳的一些小箱子啊，它会很实用很好用。其实往往在我们做设计来说，我不是说我主要给你做一个大功能，哎，这里摆一张床啊，那里摆一张沙发，或者是摆，那只是摆设的，那只能说你只是在做一个摆件的一个功能，但是我们更注重的话是给你把这些细节这些小东西给你做好，分区啊，就包括我们衣帽间大概怎么去做这个收纳系统啊，然后我们普通的小衣柜大概怎么去做这个收纳系统啊，但这个看个人啊，看信不信这个。这都有。我们学设计呢，他会多多少少。不过究竟谁无心是吧？对，我们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东西。还有灯光，然后灯光它也是很关键嘛，在生活中嘛。对。你比如说像我们这种下雨天这种阴暗的天气，那适合什么样的灯？那我们这样的灯，比如说什么样的色温打出来会让人比较舒适，心情比较愉悦。还有就是我们的设备系统。设备系统就是一个，比如说中央空调、地暖，还有要不要新风啊，还有净水，还有我们影音，附带到什么呢？附带到我们厨房，哎，会有一个小的音乐系统，就是比如说他有一些他喜欢，哎呀，比如说我做菜的同时，那我有点小的轻音乐放在那里啊，连接着客厅这样子，就是影音。还有一个就是智能啊，现在智能系统也是一个大的一个系统嘛。然后智能的话就是根据自己的所需，比如说它现在是有一个轻智能嘛，轻智能的话，比如说我像我这种灯啊，我打开的话有一个情景模式，比如说像这种阴暗的天气，这个雨梅雨季节啊，那我它有一键设置这个情景，它一打开的话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是这样子。我昨天我那个设计师朋友他说的，像我们家适合用那种，他说要用那个进口涂料，
进口土豆大概是每平方是80块人民币是吧？其实这个东西我倒是认为还是根据个人所需吧。嗯，我们也提出来就是说，你像搞那个墙布嘛，嗯，因为你们家用墙布，墙布很好看。对，就是墙布。我为什么考虑墙布？因为墙布可以洗一下，可以擦。擦。墙布嘛。对，但是有木，就是我们家里有那种像丝绸的。对，也是欧洲那边的。昨天那哥们儿，我就估计是在关东找的。对对对对，找的那种欧洲的。肯定的，肯定的，啊。就是在哈萨克斯坦，我们装修房子的时候，我们贴了那个墙布，上面写的什么意大利进口的什么的。其实我怀疑是真的是关东的。不用怀疑，不用。其实现在有很多，他应该建议您是用艺术漆吧。还是说用进口的那个？他说用进口的涂料。然后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我说你没有问我，我家里有多少口人，我们小孩多大，你估计没有考虑。我说如果小孩稍微长大一点，在墙上乱涂乱画，能擦掉吗？问完他就卡在那里了。其实如果要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呢，我其实有一个建议，可以考虑用艺术漆，就像我现在的这个墙跟顶用的。啊，这个就是吐的东西是吧？对，也可以洗的，它这个可以擦可以洗，对呀，就是你爸妈用的那个，对，它是光的是吧？谁说这种？对，而且就是说像这种呢，它的一个防潮性，它也不会变色是吧？对，它的防潮性呢，嗯，就是像这种梅雨天啊，嗯，比如说它不是漏水的情况下，潮湿是没问题。因为好多，这边的人喜欢在墙壁这边贴瓷砖，我感觉这个不安全，因为那个。这边天气特别潮湿，对吧？对，会有剥落的危险。对呀，小朋友多嘛，我也自己也不喜欢。其实，贴瓷砖呢，墙壁贴瓷砖呢，讲句实话呢，就是说，第一个它就是使你整个房子里面看起来温馨度没那么高。对，而且冬天冷。对，冬天很生硬。嗯，因为其实不太利于，就是说家里有，比如说老人啊。对，所以我这个就直接不考虑了。对呀。是。嗯，它有很多其实用材呢，其实也很关键。它不是单单说考虑，就是比如说，啊，比如说咱们夫妻之间啊，可能说自己的一个喜好或者怎么样，你也考虑就是上面老人家，下面小孩子，因为是一家，比如说三代人的居住的一个地方，啊，它也是各方面的一个出发的一个考虑。那艺术漆是可以考虑的，他说那个进口涂料的话擦不掉，我自己是知道的。进口涂料就是像这个擦洗这块，你肯定是，如果擦不掉的话，肯定是不考虑范围之内、啊。它里面的色号很多，就比如说你今天拿这个颜色涂上去之后，后面是不用去调的。嗯、就你在我们家有小孩情况下，我是就直接可以告诉你，就我们不能就是用那种调和的颜色。对的。是必须是，比如说 A 或者 B 或者 C 是，就是桶里面拿出来什么颜色就用什么颜色。对。因为我们要考虑后面补嘛。对。嗯，对，因为我自己小时候特别皮，我喜欢拿妈妈的口红画在墙上。嗯，像这种其实可以考虑的呢，它也是这样子，它优势也在于就是。接受的就是这个。对对，就是它是有成品色的，就是。对。嗯，它这个所有颜色都可以调。就我们不调和，调和的话会有色差。嗯。它但是这个呢是本色。对对对。这个是本色，当然就是因为根据每个客户的需求嘛，不一样。他可能哎，他我喜欢不喜欢本色，对，那我可能就要加点颜色。他会用电脑调色，但是电脑调色后期你没法补。嗯嗯，墙布的话，它可能会涉及到发霉这个问题。我们在我们这边，对对，我也在就是这个东西。嗯，比如说这个要发霉的话，我擦一下喷一下东西都不会有影响，对吧？其实是这样子，墙布一旦发霉，或者是里面潮湿，它会火爆。对，而且它是整张贴的嘛，嗯，那你一弄的话，这个整个全部换，全部换掉。那像这种，它会相对好一点，比如说它有发霉，但是基本上我们现在做的，因为像这个艺术漆啊，它也是16年后，可能慢慢的在国内的这个市场，特别在我们宜兴市场，慢慢的就是比较流行了嘛，做的也比较多。在那个时候我们做的话，就是到现在遇到的客户说整个发霉是很少很少，除非有些点是哪些点呢，就是卫生间啊，它有漏水的情况下它渗透，卫生间贴瓷砖，对啊，它是连接，比如说卫生间的墙啊，比如说在这个面后面它是卫生间嘛，啊，那你在外面这个墙那肯定不能贴瓷砖嘛，它还是属于我们厅里面的，是
这个是套房，我给您看一下啊，稍微给您看一下，就是我会给您提供哪些东西啊，这个是我提供给您，就是我比如说设计完之后我要交付什么东西给你啊，这个是一整套的。首先第一个，这里是我们的一个效果图，每个空间每个区域它都会有一个效果啊，然后这个是打印出来，到时候会一整套交给你啊，然后这里是平面的一个效果，等一下我会给您看一下，我们还有一个全景的效果啊，然后这个呢是我给您提供的一个材料的一个啊交付，比如说大概我们会用到什么样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的一个瓷砖或者大理石是用什么样的啊，用什么样的，比如说型号包括款式，然后它使用的范围是什么样的地方啊，因为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自己做设计师十多年嘛，然后我也就是说自己就是整理了一整套的这样一个系统，让客户的话，比如说你到时候不管是您自己去买主材啊，或者是说我给您做全案啊，那我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交付，让您清清楚楚啊，我家里面用了哪些材料，用了哪些东西啊，包括这个材料用的是什么样的规格，什么样的型号啊，会有一个预算范围，那我要去跟你把控这个预算范围，您才不会超支这个预算。哎，你怎么想联系到我们的？是这样子，因为我是从那个就是您买汽车那一期的，我就开始一直是观察你们的视频啊，然后就只要你更新了那个，我就会刷到。然后就是前几天吧，好像是5号，我记得很清楚是5号。5号那天，因为你去买那个房子，然后房子我刚好就刷到了，因为你一更新我就刷得到了。刷到的同时，然后我就心里在想，哎，怎么那他是怎么跟就是两夫妻两个人只有两个人去买房子的，也没有什么亲朋好友，就是比如说长辈啊一起去，所以说觉得也是蛮奇怪的，然后所以第一时间也跟您联系了啊，然后我自己是做这设计这行业嘛，然后包括就是我知道你老公也是做这个就是美术啊画画这个行业的嘛，然后包括就是你老公身边的话，他也是有很多认识的这些设计老师啊设计大咖，但是我也是做设计的嘛，那我可能更希望有一些挑战性，所以是也是想参与在内，想找刺激是吧？对。其实也很开心，但今天不小心他说，哎，我看一下我们的那个私信吧，他一看到，哎，说，哎，有一个异性的朋友，要不我联系，我说好的，我们这把今天也下雨就对，你要在无锡我就不去了。对呀。这样子，因为我是你们的铁粉嘛，然后我天天刷你们的视频看，所以说而且我也知道，就是说可能会有经常会有一些外国的友人啊，包括亲戚啊会过来嘛，然后到我们宜兴这边来，那我也想经过比如说我的一个设计啊，能比如说让咱们家啊，比如说能更适合，不管是我们中国的，包括外国的友人啊，能有一个更适合的一个环境嘛。因为我们那边根本没有这种项目，没有设计师，自己就啊，你们那边没有设计师啊？我爸妈妈装修的时候，他们自己去墙补呀，啊，对啊，都是自己来，对吧？啊，包括上面那个什么设计的都是自己，喜欢看到就是像您有一些视频呢，比如说过来我们中国啊，到了您家，哎，有这种惊讶的感觉，我也喜欢。对，然后包括从进门开始啊，一直就是咱们中国的这种设计啊，中国的文化啊，包括比如说咱们这个中国的这种氛围感，家庭氛围感，高科技的这种全屋智能啊，都能在我们家的一个体现。中式的话我们可能是真的装修不起，因为中式比较贵，中式比较贵，什么红木呀什么的，这个我们就把这个留到哈萨克斯坦。对。但是那种简单一点，只要是住得舒服就可以考虑一下。风格这一块我觉得还是以人文为本吧，以人为本，不一定说咱们在中国一定是完完全全的中式元素。我也想。但是没有。能不能就成本低一点的，但是又是好的那种风格。理论上呢，嗯有点困难，但是我会尽量，会尽力而为。
我昨天就是跟另外一个设计师朋友说，他那个装下来我们至少得装200万，他说200万以下没法看。然后后来问另外一个，他说就再少160万。160万？就不能再少了，他160万。我们首付是才80多万。对啊，你预计要多少呢？我个人给您预计的呢，因为差不多按照咱们的一个使用面积嘛，应该在100万左右。很有挑战性啊。对，我们也得好好努力，我们得先回去画画去。对，100万以下就不现实了，是吧？对，因为这个呢，我说的100万呢，它也不是说毫无根据，包括就是等一下我会看给您看的，就是我会给您提供哪些东西，因为它是有数据化的，我也会把您家就是每一块的东西，包括每个功能，包括每一个地方，会有一个数据化的表现，才总结得到这个100万。也不是说装修房子是件小事嘛，所以我建议设计公司还是要多找几家，最起码2-3家，格局很大的，你看看，可以参考参考，然后就是我这边呢也会前期给您出一个整套的一个文案的一个规划，一个方案的规划，然后到时候您可以一起参考，好，到时候您看一下就是什么时候方便，到时候我们到现场去看一下。好好好。马上可以看到好几位设计师在一起搭家了。对，那边还有2家我没有拍视频呢。我呢就喜欢这种刺激。你一星还有3-4家，我看得过来吗？都了解一下。对，这边也是我们的贴方法信息，都是我就随便打开那个私信，我从来没打开过，今天大概都吓死了。全设计师。对呀、还有苏州的也有的，无锡的，新疆的，新疆的都来了。对呀，好感动呀，好多朋友看我们视频，说明，而且我看上面写的都是铁粉，说明有铁粉标的啊，真的很感谢你们。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Что ты хочешь? Не знаю. Ну, дедушка спрашивает, что ты хочешь, они тебе возьмут с бабушкой. Я не знаю.回来了，什么都不缺了。啊！теперь можно станцию не покупать, да? Да, она как она лучше, чем электростанция. Электростанция тарахтит, это тихо работает, вообще звука нет.насос включили, воды набрали, воды тоже не было. И ветер. 哦，挺好，挺好。换城堡太牛了，他那边停电停了2天，他就2天一直在发动那个。啊，用了2天都没事。对呀。ну вообще в общем классно, да? ну 又卡了，又卡了。你们知道我每天日更的时候有难度有多高了？就是呀。говорю, связь прерывается, но вам понравилось, да, короче? 应该是的。嘴巴在动。我爸妈让我买宝宝，他说的是这个质量太好了。ну вот сейчас в 9-м месяце вроде бы 8-я выходит, и Ваня говорит, может 8-ю возьмем. Точно не знаю, Наташа, что ты? Ну, 我爸妈让我们买那个宝宝呀。啊，好。我妈妈也想来中国，然后我爸说，是不是不要我了？就老要往这边跑啊？对呀、啊。我爸其实也羡慕他，也想来吧。主要工作。你们以为我们在看电视，其实我们是这种构造。其实还差一个。出去开装修开的怎么样了？哎呀，我们越看越猛，真的感觉看了4家，我们看了4家，对，不知道选哪个好，不是哪个好，就是哪个性价比比较高，对吧？而且我想赶紧装修，就是的，马上你们亲戚来了，要是装修好了，早点装修好嘛，他们能住到家里，对，这样子就热闹，哎，热闹，就是、也可以省好多钱。说实话，真的是一笔开销。
这两天我卖了中国的奶粉，一管760克，要394，这个是大碗折。我们那边是1050克，也是这个牌子，再要100。哎呀，别的东西可能我们这里是比你那边便宜，但是奶粉这一块啊，对呀、啊，这个婴儿奶粉真的好贵呀、姨妈马上要来了，你准备好带她去哪里玩吗？去哪里玩呢？安排好了呀，我们宣传部的那位好兄弟给我建议啊，建议好了，太有了，一定会很到位。хотите, приезжайте.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Если позовете, обязательно приеду.